花莲玉里镇21号新增疫苗施打站，国内疫情稍不停，连带也带动疫苗的打气。下午许多民众前往玉里镇疫文中心接种站施打疫苗。疫文中心前大排长龙，许多民众戴着口罩，手拿健保卡跟小黄卡，就是要把握时间来施打新冠肺炎疫苗。还没有施打我们这疫苗的各位，我们的百姓跟群众一定要来打我们这个疫苗，这样才会保障自己的生命跟财产。花莲县21号新增了92例的新冠肺炎确诊者，在玉里的春日里也传出了群聚案，县政府也紧急在22号在春日派出所前设快筛站，呼吁民众一定要施打疫苗。我在此啊，个人特别来呼吁所有的里民哈、哦，一定要打满哦，这个3剂啊、哦，打完打满。啊，另外如果还没有接种的部分的话，请大家踊跃的前往接种。我想这个除了保护个人以外，也是保护家人，也是保护他人。我想在共同来做一个防疫的工作。国内疫情稍不停，也连带带动疫苗打气。许多民众前往玉里疫文中心接种施打疫苗。年满18岁民众，只要携带阴背文件，就可以前往施打第1到第3剂疫苗，随到随打，期盼能够提升花莲县的疫苗覆盖率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